唐雪妹，明慧姐，看到你就好了。你那么想我啊？不是，我是大流氓。你去看看大流氓好不好啊？他怎么了？他到现在还在发烧，而且今天好像比昨天还要严重啊。应该是伤口感染了。明慧姐啊，你陪我去看看他好不好？我去看他是没有用的。 他现在需要的是医生，你还是叫他回医院去打针吃药。他肯定就好了，他这个人倔强死了，都不听我劝，要他去医院，比要他喝芝麻糊还要难。那你就跟他说，伤口感染不是开玩笑的，严重的话可能还会丢命。丢命？那怎么行？明慧姐，你去看看他吧。 我拜托你，好不好吧？大流氓他爸这里有点不对。大叔，媳妇，我带了朋友来看大流氓。流氓，大叔，嗯。 大叔，大流氓，大流氓，大叔，我买了包，要不要吃啊？你快看看他吧。 唐水妹，干嘛那么多事？叫你雇个糖水档就好啊，干嘛跑来这里？哎，我老头，走开你！我不要，不，走开！哇！哎，你不要每次对你老爸那么粗鲁，行不行啊？哎，唐水妹，你每天只卖了几碗糖水，你以为你很有钱啊？每天买这个买那个的，哎，走开！ 那么有空，回家睡大觉了。我来看你死了没有啦？死了不是好了吗？不用看着你这样臭脸。你真的想死，很快就可以得偿所愿了。他的伤口感染了，再不去医院，只会越来越糟糕。啊！ 喂，你有没有听到啊？人家是护士，你要听他的话。护士又怎么样？护士就不会放屁吗？你不要理他，他说话就是那么难听的。我知道。
身为一名护士，我有责任提醒你：你的伤口如果不及时治疗，只会引发严重感染，到时连医生也帮不了你。不就是一个字，死吗？哎，你就不会死啊，他就不会死啊。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，早死晚死还不是一样？死啊！我看你是烧坏脑子了。你才烧坏脑子啊！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踢你屁股！哎。 压屁股，压屁股，丑八怪，哈哈！会不会是他？明慧姐，明慧姐啊！明慧，对不起啊，堂学妹，我真的帮不了她，送她去医院吧。见死不救，当什么护士啊？ 你不是说你有9条命吗？见死不救，当个屁护士的。我不是医生，我救不了你。你不是试看怎么知道不行？如果你撒手不理啊，我死不瞑目，日日夜夜变成鬼都会缠着你啊！我不是开玩笑的，我是认真的。你去到哪里，我都会跟到哪里啊！吃饭也跟，睡觉也跟，冲凉也跟，大便也跟啊！ 你不要生他的气了，你就真当他烧坏脑子好了。你帮帮他好吗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他了。我敬你吧。我去买药和纱布，你等我。嗯。